多的时间了哈，所以我们接下来继续来邀请到我们的小乐队带来这首歌曲《歌名叫做》。黄立春在讲。林木工。林木工。等到你们工好吗？我们的默契嘞。林木工啊，老师，因为我跟你讲，老师这个后面朋友太多了，所以他忘记了。老师，我们改一下。林木工，谢谢。OK， 啊，当然啦吼，今天这个时间上啦吼，在咱大咖面有真济吼，咱这些贵宾、好朋友哦，都在我们今天前方这边哦来做欣赏。啊，当然吼，啊，在咱这个当铺铺董会陶晴明遐，啊，佫有真济咱的好朋友，都是陆陆续续来到我们的现场，嘛代表着吼，咱的当铺吼，咱的铺董会热情的来做欢迎啦吼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。啊，在咱所带来咱的时间上啦，我们老师已经更正好了，订正好了吼，来我们的小玉再带。来最后一首歌曲《恋慕风》。谢谢，好，啊，当然，在咱所来的时间上啊，在咱的现场当中哦，也看。